用心关注小松麦上的主播，这个麦去给大家带来古风的舞蹈，然后我们993的五星五秀嗨翻天，大家也可以扣一下。如果想做场控的，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麦上的管理。那先给大家带来一首玄商的《黯然销魂》送给大家。斜阳散了余温，凉意如故。
声卡出了点问题，它会卡，它会卡啊、哦。然后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谢谢大家点了心，扣个六，还没有点心，点心。选第二个跟第三个就好了，一个是风月，一个是思情，我倒数五个数，所以叫声卡，习惯就好了，它会卡。我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停。第三首。第三首是思情，先跳第二个吧，先跳风月吧。
回放可以看啊，现在没带字了，已经恢复了，可以看了。